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夏季运动会终于要来了，陆修足球即将在8月9号开打啦，耶！而这次 Jeff 也先透露了很多夏季运动会的资讯。首先，拦路猪。But I'll give some hints. Roadhog is not getting anything. So that was just me being silly.炸弹鼠确定会有新的传说造型，以及慈悲也会有新的造型。Jeff 还说，玩夺命雨以及麦卡利的玩家对这次更新内容会很高兴，所以他们两个也会有新东西，应该是精彩镜头吧。接下来还确定，去年夏季运动会的东西还会再开放解锁，而且并不会跟新的一样需要3000斗争币，只需要1000斗争币啊！打拍卖，打拍卖。最后，陆修足球也确定新增了一张地图——澳洲雪梨球场。相较于之前的地图，澳洲雪梨则是在晚上的样子。而陆修足球也有改动，首先是不能站在敌人的球门面前，以及用音波枪来震开敌人。第二个改动是陆修的大招，去年的大招是将球吸到自己身边，这次会变成你的速度提高、跳跃力提高以及击球技能冷却降低，让你可以快速的推球。以上就是陆修足球。最后，官方还新增了陆西欧进球杯，就是陆修足球的 RK 版本。快来参加，来看看你推足球到底强不强吧！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大家喜欢片，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去收看的点帅气的来订阅，发出我直播，不要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